游乐之神系列一，环球一日游，24小时，环游地球不是梦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天，你不仅能环游世界，还能在24小时内做到，这听起来是不是像天方夜谭？然而，在游乐之神系列的第一集，环球一日游就要打破你的想象力极限，让你在一天之内体验全球美景，仿佛坐上了现实版的时光机。游乐之神可不是一位普通的旅行达人，而是流源环球共享俱乐部，简称流欢乐，在旅游风向频道的全体会员共同的象征，大家心中的游乐之神，既有冒险精神，又有无穷的智慧，更不乏幽默的视角。它可以带你以风驰电掣的速度穿越各大洲，领略不同文化的精髓，还能在奔波中帮你发现那些不易察觉的小美好。想在早餐时漫步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，午餐时尝遍泰国街头的香辣美味，晚餐再去纽约的霓虹灯下品一杯鸡尾酒，别忘了还有午夜的澳大利亚，坐在悉尼歌剧院旁吹着太平洋的海风。这一切看似疯狂的行程，其实正是游乐之神最爱的挑战，让旅行变得像一场刺激的游戏，让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惊喜与乐趣。而且游乐之神明白，时间有限不等于体验有限，在这短短的24小时内，你不仅可以打卡全球的地标，还能通过那些小小的互动收获独一无二的记忆。所以准备好了吗？跟随游乐之神的步伐，在这一集中挑战你的时空感，感受一场充满创意的环球一日游。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，尤其当你有一颗勇敢冒险的心和幽默有趣的灵魂。毕竟环游世界其实就在你的每一个大胆想象里。